哇，他们已经支棱起来了，看来我已经来晚了。我看看他们现在是啥情况了啊，好像是该支棱的都支棱起来了，就等我来吃肉了是不是？在这个，哇，又来了别墅家，就是想蹭一下住别墅的感觉。今天草原上又进入冬季了，今年这个天气异常的不一样，前两天突然好热好热，肉都快化了，冰那个凉房里的肉都快化了，这两天天气又突然冷了，又下了这么厚的雪，天空中依然还在下雪。下了雪的草原和绿了的草原一样漂亮。我们来看一看他们准备干什么，他们人都去哪里了，为什么请我吃饭没有人。哇，这是准备烧烤。哎，这小凳子，雪肠、奶茶，哇，还有我的韭菜花。是啥意思？没有看懂这是啥意思，你们看懂了吗？牛粪，这是啥意思？这个地方要烧火，架子也支好了，准备直播了。肉锅还没来呢，这是要冰上夜会了，来一顿冰上夜会，这是要在冰上，这是不对，这是在雪上夜会啊，这是要来大草原上大雪。这是要大草原上大雪纷飞的来一顿手扒肉了，想想就觉得挺过瘾啊！哇，白茫茫的一片，四人小心四人聚会，小心四人聚会。说句实在话，我都没有怎么参加过这样的聚会，真的不是那什么，真的不是你们所谓的草原上的富婆、草原上的有钱人什么，没有这种。在雨店，大家也，我们这个地方的人总是，我就不太见他们去搞什么大型的，然后吃呀喝呀很少。嗯，可能还是跟地区穷有关系吧。反正这样的聚会我真的没有怎么参加过。然后今天正好下雪了，大家也都停工了，也干不了什么了，出来拍拍视频，然后大家。一起，你拿点肉，我拿点肉。那一锅里面有我的三块牛大骨，我的一块羊排，我得看看他们一会儿给我煮没煮我的肉。然后可以说众筹来一顿雪上大聚餐。草原上现在下雪也变得让人慢慢的，可能如果环境保护的不是很好的话，不论哪里下雪都可能会是一种稀缺的东西。草原上今年就没下雪，这是第二场雪，也下不了那么厚，再热就不会下什么雪。小鹿来了，听说你冻好肉了啊？冻好了，冻好了，快点来来来，太冷了，来吃点肉。哎呀，没有别的东西，给你带点葱。葱、水果挺好，能吃点。那个，我主要是来吃肉的，在那儿来看看。哇，牛粪火！哎，这葱好吃啊，多吃点。好不丢。哎呀，好饿呀！哎呀，饿死了，饿死了。下去吧，我。
带着最烧腿。走。哎，小鹿，你那娃娃不爱吃牛骨髓，蛆是牛骨髓的，太累了。这小鹿他爸的牛骨髓。哎，不是。不是小鹿他爸的牛的骨髓。啊，太累了。慢慢的，慢过来的，慢过来的啊。一点儿不，此时此刻就不冷了。两腿出锅。那就不能倒浇吧，给你两个，加上倒浇个。行了，我还没有满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好了，好了。啊，坐坐坐坐。那水水，我要水了，找找这个漏斗啊。调过来擦，擦擦擦，就抓他，抓他，要不然有意思。我给你们抓，不要放心，他们行，就抓拿过来擦，快。这个排队，加肉的时候。哎呀，我不能放。放一下。大帅哥，这块肉。来。来，准备酒。病了是不？你是不是生病了？你在那尿尿了啊？坑坑的，真的。你看他吐气，这个牛绝对不对，你信吗？羊下雪了，羊吃不上了，就想回来了，都守在这儿。吃好了，走呀。嗯嗯，那我们先走了。吃饱了没？你们小刚过来了啊，我们走了。嗯，路子慢点，路这块花了，你就去户口那里是吧？啊，我们去他那里。谁开车？你们？那是慧慧开的。慧慧去花口。嗯嗯，不远。我出来了。哦哦，不要出来了。好。嗯。他会有点洗澡。嗯。拿点肉吧，要不？不拿了，要了。我叫你，你不能还有别的。露露，拜拜，拜拜，小鹿的露露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再见，再见，咦，多久？哦，大雪天出行很不方便。哎，你们烧的是雪地毯啊？不是，你们有没有烧雪地毯？我厕所也没有雪地毯。今天因为天气冷，所以牛提早回来了，看见了吗？都有点吃不上，就天气一冷，他们就不愿意在外面待时间长。走了，散喽！哇，是这样的天气，就现在此时此刻下得更大了。然后外面的吃饭也提早结束了，他们也回去了。好大
的雪。